Hello， 大家好，请那我们今天就来下面的打打特工啦，好不好？那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们这几天都是很顺利的，直接把这几个挑战打完了。那有可能是因为这几个挑战，可能这一次的话，它安排起来就可能比较便宜啊，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点嘛，我不知道。那大家有没有顺利挑战成功呢？也可以跟别人分享一下啊。那今天我们要挑战最后一个沙漠挑战，这关的话，因为它的图片一开始就有这个火焰蜥蜴，所以我就自己就是没有那么想要打哦，所以我就先把其他的先解决掉了哦。那这关的话是越战越勇，无伤的时间越高，攻击越高，然后最高两倍，受伤时恢复到一这样子，然后无法恢复生命。Oh my god！ 所以这关是没办法恢复生命的哦，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不用选那个恢复生命的东西。那我们可以把血量增高吧，应该是可以吧？不会恢复生命哦。哇，欸，如果不会恢复生命的话，那这关。我不知道，我们待会来看一下自己的回复生命有没有用，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升级是会自己回复生命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我们这关如果就是我们只要一直无伤的话，我们的那个攻击力就会往上增加啊，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可以来看一下的。所以这关就是要努力无伤啊。如果我们这关如果没办法顺利的打赢的话，应该就是要用一下追光者了哦，因为追光者的话基本上还蛮容易就是帮我们清很多东西的。好，我们先弄掉弄掉，加油加油。然后这边增大范围啊，增大范围。完了，我受到伤害了哦，但是我好像无敌掉了哦，应该是还好。好恐怖哦，而且这关的话毒蝎子很多，欸，会不会这关其实根本就没有火蜥蜴啊？就其他两关没有火蜥蜴的图啊，反而就有火蜥蜴。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合理的判断呢，因为我原本是看到那个火蜥蜴，我就没有想要先打这一关。然后结果另外两关每一关都有碰到火蜥蜴，超白痴哦，超白痴。我们先把这个会远攻距离的这些先打死好了，避免他们造成我们负担哦。哦，蝎子来了，干嘛啊？哇，我又被打到了，我这样攻击力应该要重新计算了。哎，这关是不会回血的，这有点麻烦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如果我们就是升级之后，他会不会帮我们回血好了。不会自动回血吗？跨埋几嘞？啊！哇，这关的资源也是很少哎，我的天！有吗？好像有回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如果不能回的话，我应该就不用选这个功能饮料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回不了啊。那所以我们要选一个试试看，不然就继续选榴莲好了。啊，白痴！完了！啊！我选了榴莲了，那我们的天降正义没了，耍智障了各位，完犊子喽，白痴喽！我们这边好像有稍微回一点点血嘛，其实我也看不太出来，到底没有回。继续吧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耍智障了，机器人没办法那个了哦，哭了哭了都，加油加油！火箭炮发射，然后继续能量块。感觉这关比起来跟就是我们昨天打的那个速度就慢下来许多了。昨天那个这个速度真的很快，而且又有两只那个机械犬犬在那边追来追去，好不好？那个很可怕。然后这关稍微就放慢步调了，还行。整体给的压迫性就没那么大。我之前看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回血，好像真的没有回耶，各位，你看我们连升级这边加的好像都没有回耶。那我们这关如果吃到肉块的话还会回吗？欸，对啊，这关如果吃到肉块的话还会回血吗？还是这关压根就不给你肉块？真的，你们自己看，它好像没有那个没有回血，所以我们的回血手段大概只剩下那个把血量拉高吧，就是板砖的那个科技了，只剩那个。哇，那我们要努力无伤欸，各位。哦，好险是这个，是这个的话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。好，机器人，欸，看一下那个肉块哦，原地不会扣血还是什么？原地不会回血，看不懂。来，试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回。欸，好像真的没回欸。他没有回，肉块是假的。
好像站着不动会扣血，是不是？我有感受到我们好像一直在被扣血。有啦有啦，最麻烦的东西来了，我最讨厌的东西就是这些小坏蛋喷火人，哦，喷火怪不是喷火人。哇，你看我们的血量一直在扣，真的，我们只要站着不动就会扣血，我们要移动了。不是，这关不会回血，又一直给我扣血，这是什么白痴啊？这是什么白痴设定？完蛋了，我要大跑来跑去了，我要直接一次挤走了。难怪这关的地这么大，哦，它就是为了要让你跑的，各位 ，OK 吧？对，难怪这么大，它就是要让你跑的，各位，跑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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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连是什么都不看了，好不好？直接开跑，不动你就会扣血，你就会死，而且这关是不会回血的，有够白痴，好不好？完了，到底是什么？哪一个天才发明的？这很难呢。我们连任一个经验值都还没吃到，我的天！就这一次最难的挑战反而是在第一个啊，各位。这个我觉得是目前来说最难的，这三个比起来，因为这关没办法回血，而且你不动又会扣血，超级那个的。绕回来吃点东西。我的天哪，你看啊，吃肉没有用哦，嘿嘿，吃肉没有用啊，各位，哇，哭了都。先吃多点经验值，升级自己的装备，升级自己的科技点。我只能用这个加血量了，你知道吗？用这个回血啊，各位，你只能用那个指南啊，把自己的血量拉高，然后回血，各位，哈哈 ，nice。好，至少这一次有黑洞枪啊。我只能继续用指南来那个了。还有没有指南 ？BOSS 来袭，那我觉得这关的 BOSS 应该都不会太难了，好不好？没有这么硬的吧？还是两只，哇靠！但我没说了，我觉得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觉得他不会管你就是关卡有多难，他就是硬要塞给你，你知道吗？哇靠！哇靠！完了！不是啊，这样搞没问题的吗？快死人呢！我没办法回血，我还被扣了这么多滴血。Oh my god！ 而且这些 BOSS 还很夸张。很嚣张的那种，哦，死了一只，哇，我的天，怪物获得一层霍顿，角率低于 30% 的时候，攻击力提高 30%。 OK， 好吧，我们现在的这个伤害很高，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真的很爽，因为我们不会回血，各位，这点很重要。你不会回血，你就跟什么东西都没了一样，好不好？哇，他怎么烧你，你就怎么痛，你迟早有一天会被烧死的，各位。而且他们现在有护盾呢 ，Oh my god！ 重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动，你还是会扣血。哇，这关真的很夸张。你不动还是会扣血，远离这个伤心地。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最后一滴血再撑久一点点。我们还有两次复活了，好，死了。远离，远离，远离，远离尘嚣。我们还剩一次复活，这关就当开车在玩这样子，有没有看到？
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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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。我们要开车开，再开个三分钟、四分钟，那个肉块都是假的啊、哦！不要以为他会帮你们什么，没有，他不会帮你什么，他什么都不会给你。我们要自己小心一点点，远离那个都是障碍物的车道。哇，不是啊，一直在扣血啊，然后停下也会扣。哼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环节？太好笑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，一直在受伤害哎、欸！不是重点，现在还没有到那个、哦、尸潮来袭哦。如果还有尸潮来袭，那真的很可怕哦。哇，好像有点开过头了。各位还有两分钟，还有两分钟，还是我们应该要绕在这个里面啊？对，我们应该要绕在这里面哦。哪边有蓝色的这个，我们就去哪边，好像会比较好吼。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哎。哇，回血是假的。一直在绕这个蓝色区域，有没有看到？一直狂绕猛绕，他们好像也会被这个蓝色防护罩推开的样子啊。五个，哇，没有吃到那个健身指南，没办法加血。我现在是很需要健身指南呢。又一只基因怪，哎呦，加血量，加血量。能加多少是多少了，还剩一分钟要撑，各位，我们加油！果熟地洛也来了，加油！这个飞弹，至少我这个最后一次复活，我要留在打 BOSS 的那个环节，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好，吃！哇，飞弹！各位，我们还有最后几秒，撑住！哇，撑不住！复活不活？哎、欸，我记得这个好像是可以连续一直复活的，对不对？那应该还好。如果可以连续一直复活的话，我靠！我记得可以复活三次还是几次吧？不是，这个是故意的吧？这关卡真的是很夸张哎！我们还要试几秒啊，各位！哇靠！不能回血，又一大堆这个喷火的，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？哇！范围大一点，范围大一点，绕一下，绕一下，攻击力！哇！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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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购买购买，我好像只剩下一次复活了，各位，好像 only one， 好像只剩一次机会了，但剩下八秒，我们要撑住，留多一点血量，八秒，好，这两只是什么东西？大军人，我们还是要动哦，因为不动还是会死哦。先让他们慢慢损血。然后我们要努力专心闪子弹，因为不闪我们就会死。那就先把这个阿兵哥打死。我们剩下一半的，剩下一半的血了。我们也剩下一半的血了，没有，我们现在剩更少了。哇，这个子弹！这子弹太过分了，我们应该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各位，来！蝴蝶先死了，蝴蝶先死了，无钱先死了。来来来来，弄死！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这个真的是这三关最难的挑战了，好不好？不动会扣血，然后你不能回血，那哪一个天才想到的一个挑战啊？好恐怖哦！